看来我们袭击松本的计划泄露了，敌人做了精心的准备。幸亏那三声枪响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几个就成为日本兵的俘虏了。会是谁开的枪呢？给我松，一定要把小分队给我找着。走哪？走，走，这几个人这边。相互照应好，不准丢下自己人。准备。走。止まれ！誰もだ！みんな落ちた！味方だ！死体と疑っている貴様らの証明書は。貸したはそれやってる、宿はそこだ、早く来い。侯亮的侦缉队，让山田芳子去收拾他。陈云鹏，有，你上。是。来人！兄弟，小心啊！我们，我が大日本航空に強い向かうぞ。队长，咱们打错了，打错了。这不红军吗？啊！队长，小分队在那边呢。队长，弟兄们，跟我往那边去。头儿，他们走了。现在往哪儿去？往城门方向走。这里路我熟，跟我走。
小分队被我包围在一间空屋内，他们正在做垂死挣扎，我方伤亡惨重，火速增援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也一定要把小分队彻底消灭。嘿，前头无自动